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啊哈，醒醒！啊哈，天天去不去？去。热不热？你喜不喜欢呀、啊？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。要不先尝尝？看这个颜色就肯定酸到不行了。酸吗？你那酸吗？啊、哦，所以要让它变甜。啊、哦，好酸呐、啊！这肯定是酸的吧？每人拿一个笔，挑一个橘子，画一个，给他画个表情，画个人脸吧，画一表情吧。行行行。哎，行吧。你看我这个这么可爱，看起来就很开心。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给橘子取个名字吧？好呀，我就已经取好了橘子，写得很明白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个橘子。对对，橘子嘛，我叫小甜。哦，小甜，你是小绿吧？这是小绿。哦，小绿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这就叫平平淡淡。我叫哈哈。是这样，我报名了大摆锤，然后嘉尔报名了所有的项目。发生什么事？每个都有你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小甜甜是一个喜欢刺激的小女生，今天她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做一遍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嗯，对。嗯，哈哈哥陪你做哈。好吧。啊，快防晒，防晒拿出来涂一下。真的做吗？这个行为我以后不知道怎么跟儿子女儿解释，傻的一样。擦一点，擦一点，擦一点。给橘子擦防晒。头上擦。那哥你来，你也来。感觉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在这一季结束以后把我们送进精神病院。你看他们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哈哈，不要怕啊，哈哈。有变化吗？那橘子？哇，脸都，看你的，他脸都白了。对，你的等会儿，我觉得会出汁。哇！加油！笑什么笑？在那里，加油！凯哥。会很高吗？这是360度，大哥。什么？360？翻过去的那种啊，啊！我以为只是180，不行啊，我的哈哈会吓死的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怎么现在就觉得有点可怕呀？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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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！我哈哈，哈哈，你还好吗？哈哈，哎，哈哈，哈哈，醒醒，哈哈，哎，不行，我哈哈昏过去了。头晕了，头晕了。哎，没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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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刺激了，受刺激了，刺激了，受刺激了。没事吧，怎么样我们？脸脸的这个小橘子，哈哈，你看哈，小橘子，这有几个傻叔叔，来看看你的主人。来了。不是说一点点湿吗？全都湿了，全湿了。快看，快看这几个傻叔叔，快看。这个没用啊。他们居然相信激流勇进只有一点点湿，太天真了，他们太天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。这是哪位勇士的？这个一点都不害怕啊？是吗？我只是身为观众的角度去分析。没事，去吧，不是就你了，没有就你了，不是这个，不是个人的意见。哎呀，你问问，我站在问问甜甜，甜甜去不去？去。你看这，除非加油。
不要怕，加油，橘子。快快去接他！快快快快快！你看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啊，不一点事儿没有吗？哇！哦，出汗了，他出汗了，出汗了，出汗了，看着没？哎，出汗了，出汗了，吓出汗了！这是泪水啊！不是，这是眼泪吧？不是眼泪，眼泪能哭底下去？觉得直出汗，都黄的，你看全是黄。这是不是教训？你哄一下孩子。因为挤压了以后，肯定就变成了扒了吧，就。给他脱衣服，凉快凉快。太吓人了。等一下，你得给他画个眼睛，让他看着。嗯。干什么？这样。啊。让他看见这一切，他才会有感受啊。哦。上来就九米，你不要把它摔出去啊！你摔出去的话，数据又不准了。我，别，初三啊！不是，你要让他经历这个过程，但你不能摔出去。我不摔，我就这样。摔出去的话，又变成外力。现在不是橘子的心情，你有没有考虑他们四个的心情？他们四个现在已经脸憋通红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吧。哎，你没有让橘子看见。对呀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橘子不见了。我就说你要保护它。我一直捏捏都捏捏捏成这样了。你不能捏它，你要保护它。没事。刚才不有眼睛吗？他自己能出来。真的受到惊吓了，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恐怖。你恐不恐怖不重要，橘子呢？橘子，橘子在哪？橘子呢？哦，橘子在这儿。但是你刚才第一时间你就收手了，所以他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切。没有他，我明白。这样，就是那个凯哥的意思，就再来一遍是吗？对对对。哦。或者你叼着他们，对，这样肯定能看见。好，那来吧。准。你这眼睛是斜的，你这眼睛是这样的，那就斜着拿。对，你这样他看着是那边的摄影师。哎，你们四个把郑恺也套进去，你不是拉黑得了。你得让他直视。好，来了。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别了啊！哎，橘子，橘子，你热不热？其实橘子可以告诉我们，他究竟喜不喜欢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。橘子，你喜不喜欢呀？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为了你量身打造的。我的天哪，外面的世界还好吗？哎，这样不错，这样很凉快。橘子热吗？橘子不热。哎，里边这么热，橘子是冰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我现在手里拿着它，它还是冰的。不是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凯哥体温比较高，所以那个橘子比它凉，所以他觉得是冰的。